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所凭的真实无，世间共学亦如有，因一切法皆如是，故不同于使女儿。如说凭的真实无，就是凭古代的时候例子，就是瓶子长得比较多，柱瓶啊、柱子啊、瓶子比较多。这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古代时候人的心也很单纯的，他外在的物质也很单纯嘛。他不像现在我们的人，现在我们的受用越来越发达，越来越多，那内心的精神也是越来越复杂的，我们内心的各种烦恼也是跟着发达的，每日生活当中遭遇到的苦恼越多的，境跟有境之间息息相关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阶段讲的就是说，如所凭得真实物，古代的时候其实他的东西比较少的，相对现在来讲的话，这样的话唐三藏就拿起这种比喻来告诉我们，柱子啊、瓶子啊、马车啊、马牛车啊，所以现在呢多得很，一个人的家里有多得多，一个人的餐具有多少，叉子啊、筷子啊，交通工具的话，车子啊、高铁啊、飞机啊，反正就是多的多了。这是时代不同，但是我们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同样的道理是什么？一个瓶子，它的深入其处的本质内容了解了以后，那万事万物都是一样嘛。同样的道理，一直类推，脱离坑这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所凭的真实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像是瓶子啊、桌子啊、马车啊，或者交通工具，所有都是，事实上来讲它们都是一个自系无。真实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自系不存在，地时不存在的意思。世间共学亦容有，如果我们世间的共同所承认上来讲的话，也是自系有的瓶子、自系有的桌子是根本不存在的，类似这种，我们就比喻说，连世界人都不承认，连世界人都想法思想上也没有的，你这么糟糕的一个说法，类似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举例来讲，自系有的瓶子、自系有的桌子，世间的共寻上面存不存在？我举例来讲，你跟人家说，你今天你有吃自系有的饭吗？自系有的菜吗？的话，他反怎么样的反应？所以这个世界不共学的原因就是这个。他假如说你废话讲什么呀，那边自西有的餐厅好好好，知道吧？那我们去自西有的餐厅请你们吃饭。好，这是我们学过的一个人有逻辑性的话。其实我们三大圣里面平常出家人就是彼此之间开玩笑，这种你马上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请我们吃饭嘛，对不对？原因是什么呢？自西有的你不存在啊，你怎么可能请自西有的我们？那你看我们傻傻的人，一般笨的人的话，好啊，很好啊。平等真实无的意思说，平等一切的法都是自西不成立的，自西不存在的。世界共许亦容有，就是苹果啊、橘子啊、矿泉水啊、汽水啊，这些都是世界共许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说要不要吃苹果，你马上就反应出来说我不用不用，你马上就知道苹果是什么。所以苹果是世界共许，那我这个上面加了一个，你要不要吃地时成立的苹果？世界共成就是世界人所有共同所承认所讲的，反正就是普罗大众大部分人都是认同。世界共学亦容有，说世界共同的所承认上来讲的话，也是自系有的地时成立的品质根本不存在的。一切法皆如是，应当我们要知道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，都是无地时的，都是一样的，故不同于使女儿。因此之故呢，
他不同使女儿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使女儿本身是自信上也不存在，名言上也不存在。那我们忘法的话，自信上不存在，但是名言上存在供需的，所以呢，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。那你看，我们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到什么样的内容？自信不存在，定是不存在，并不代表是不存在，还是存在。存在的方式是名言上存在的。诸法非是无一生，非游自在等一生，非自他生，非共生，故知为是因缘生。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如此这样的怀疑，啊，为什么这么重复讲，一直讲了那么多？其实这个有意义的。般若八千颂，般若十万颂，般若两万八千颂，般若心经等等，从色法到佛地之间，所有一切法都是全部都归类为这个当中，轮回当中从到佛地之间的一切法。那佛开示的方式是如何呢？一开始讲色法怎么怎么样，色欲怎么怎么样，再来我们的想欲怎么样，再来我们视欲怎么样，讲到佛地了以后又倒过来讲，这个上面加了几个字，又重复加一个重复加，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。比如说我举例来讲，初着法律的时候，他讲到的就是说知苦断尽，修道正念，再来重复讲说知苦即无知苦，断其又无所断，好，修道即无修道，正面即无正面。那你看重复这样的不断的讲，那你看前面跟后面加了一个字，有它的意思有改变了。我们要知道苦地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苦地啊，那再来加了一个字说无知。无知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虽然你可以知道苦地，但这些成立的一个苦地是不能知道的，不可能了解的。好，所以类似这样吧，可以修道了，但是你不能修自性有的道吧？自性有的道根本不存在啊，所以你怎么去修啊？那如果你能修自性有的道的话，那我也可以请你们自性有的餐厅里面去吃自性有的包子啊。所以这种的一个概念不断的串习思维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希望能够破除我们自己有自信有的这种想法，我们破除了自信有的想法，通达了一切法无自信的境界，透彻的了解的话，从此开始我们就有了一个轮回根本恶我执的一个正对之，才开始有了。所以不断地去对峙它，或者是一个伤害它的时候，那恶我执的能力作用越来越下降的，它越来越下降的时候，它引起的强烈的这种烦恼也是跟着减少的，这样的话它们引申出来的苦果也是减少的，我们想要的是才从那里得到的。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，世尊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学了修了，终于达到究竟涅槃之后，他用这种方式来度众生，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个叫做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学佛。诸法非是无因生的，这个诸是什么？无常法的部分，不可以说所有一切法，它是一个无常的部分，有变化性的部分。诸法非是无因生，虽然诸法都是生的，诸法是依靠因缘而生的，绝对不是一个无因而生的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找到一个证据，那你才学到了掌握住它的真理。不然的话，你就是口头上，哎呀，诸法无因而生的，因缘和合而生的，其实你抓不住它的真理的时候，还是用不着的。用不上的，非有自在等因生，
非有自在等，这个自在就是大自在天王等，里面有很是很多其他外道的主张。非有自在等因生的意思说，万事万物绝对不是依靠大自在天王造出来的，非其他生，非共生，前面讲的。那我们既然是生的，那怎么生啊？不是一个由谁来创造出来，由大自在天王来就是开创的，那不是依靠神来而生的，那不是自身，又不是他身，又不是共生，又不是无因而生，那怎么生的？到底是怎么生的？这个是教育是最好的。其实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从小应该是没有这种习惯，我知道大部分人学习上没有这种经验。我们一般人学的是怎么学的？依靠一个老师，老师怎么讲你也跟着他，就是是是，对，老师是是的话你也是，老师不是的话你也不是。你除了这个之外，你就是没有这个切入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或者联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参考思维推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知识是非常非常不坚定的，宽广的宏观的角度来去思维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。原因是什么？你学习的过程有问题的。你看过去的大臣就是他们教育的方式让我们聪明的方式是什么？他讲别人怎么怎么讲，那我们怎么怎么去告诉他，他的问题在哪里？应该是我们自己建立了这样的见解的话，他有无问题？透有就是辩论的方式去谈的时候，那逐渐的就是你的智慧就比较有锐利的。故知因此之故能，应当我们要知道唯是因缘生。你看我们要知道的，我们都是万事万物都是怎么生的？依于因缘而生啊，我们依靠因缘而生，这个不叫是一个由神造的，又不叫是一个自身他身共生无因而生，又不叫是一个大自在天王所生。其实为什么月称这个阶段特地讲说大自在天王，其实有很多原因。现代的话当然是有很多主张当中，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，信仰上帝者他们怎么说的？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出来的，我们都是上帝造出来的，那你看万事万物的来源是上帝，那尤其是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来讲，那上帝是从哪来的？他的妈妈是谁？他爸爸是谁？那他们反过来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逻辑的角度来可以回答。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是他有爸爸妈妈啊，哎，这个合理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是悉达多太子啊。这个是平常我跟你们讲的信神神道道，就是这个神话，就是这个虽然不是真实的，听起来很有魅力的，这个叫做神话。那再来这里所讲到的由前所说的道理，那我们之前所说的道理，所以呢诸法之生，一切法万物都是一个生者，那怎么生的？非无因自然生，没有因它自己自然生，不可能的。怎么生的？不可能的。生各种各样的果类，农民的庄稼那不需要加水啊，他们无因自然而生的话，他们不需要滋润嘛，就是这个就破除了这个概念，这是很简单的无因而生。非由大自在天为因为生，又不是一个大自在天王作为一个因由他来生，这个也是不合理的。其实同样的道理破除了很多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信仰，所以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出来，这个是破除同样的一个道理，不可能，没有什么证据嘛。比如说我举例来讲，我们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，信的人信，不信的人不信嘛。那信的有什么真理？没什么真理的。比如说我们古代的讲一个盘古什么，所以它生在于这个蛋的形状里面，它就是几千年就是一直想要敲破这个蛋，它一旦敲开了，它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变成各种那个世界，右眼变成太阳，
左眼就是月亮，毛都是辩证，然后草啊树啊类似这样，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吃的都是这样的。真正的神话就是这些的话，就是叫做神话，一点没有证据，一点没有根据的，一个人就捏造出来的。非有大智的天王，唯因为神，再来等取非从时，你看这里加了一个时，时间又不是一个从世间而生的，再来就围城，又不是他时间围城而生的，再来自省，师父那罗耶田等生亦非自生，他生共生。那罗耶田，那罗耶田是一个护法了，他的力量很大的，这个也是神，对，那罗耶田。那主要的这里就是时间跟围城自系师父，这个是谁讲的？古代的印度疏论派，疏论派所讲的，产生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些的因素存在。那你看我们古代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些的哲学家研究人员的话，他们说什么呢？金木土火水，他讲了无形嘛，他们讲说这个无形是什么，从哪来的，他们说我们万事万物都是依靠它而来的。你看他们是怎么推理的，金环境的金，火土木水，由这些的物质固成，慢慢的形成了山河大地。所以呢，他就意思说万事万物的来源是这些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佛教讲什么，主要的讲四大元素，其实四大元素的地大种、火大种、水大种、风大种的话，它根本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个地水火风，这个不是大种，跟不一样的。由于地水火风所产生形成的这个万物的话，这个叫做大种所造，依于四大种演变成种种的外在的物质，叫做一个四大种所造。火大种的话，将能产生火的一个能力，风大种的话，它是一个将能成为风的能力，都是一个能力嘛，能量，类似这样子。刚才我们这里谈到了一个时间，它有一个关键，所以万事万物不是一个依靠时间而生的。世间的世是什么意思？第二个，世间的间是什么意思？第三个，空间是什么意思？古代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单位，时间的单位。他说一个三十岁、三十年、三十整年，就是可以取代一个就是世。一世，你看我们平常讲说三界、金界，那界也是跟时间更有关系的嘛？你怎么去用的？界是什么意思？界就是一个界限，界但是不是一个代表是空间，界限是一个线条。比如说一个四方形的桌子，它的界是哪里？界就是那个边边的地方，边边的地方叫做界。所以呢，我们平常讲界限。那所以呢，你思想上有边，或者是具体的物体上有边，都有，思想有就是一个边，就是不一定是物质。所以呢，我平常用的就是十八界，十八界就是我们用了这个界。那么空间的话，空间是一个范围，这个也是心理上思想上的空间跟外在物质上的空间，两个都可以的。所以呢，古代有很多的知识分子，他们说什么万事万物都是由时间空间组成的，万事万物，万事万物来源主要的就是时间、界、空间，这种的构成变成为万事万物。虽然是这个围城师父这个说法就是疏论派所讲的一些的道理，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个研究，不需要播放了一个歪道的主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研究的，但是我们大概了解就可以了。时为什么讲我们万事万物不是一个依靠时间而生的？对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排除了一些古代的一些人的观念、想法而说的。Oh.
活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岁末迎春贺岁，点灯祈福法会，岁末祈福共千灯，消灾免难迎新春，众等礼拜观音前，普门示现化群生，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八千劫，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九亿倍，恭送普门品及点千灯祈福法会，恭请法务指导僧众领众。日期1月21日星期六，除夕夜，时间晚上8点半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新逢弥勒菩萨圣诞，弥勒慈世尊，慈悲无能胜，众等礼千佛，欢庆菩萨诞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倍，特举办新春祈福法会，恭请法务指导僧众领众。日期1月22日星期日，大年初一，时间9点礼千佛，10点半佛前大供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三宝证，前生寒雨万劫难逢，皈依者福增无量，历念者罪灭和杀，譬如灵丹之妙药，了百病已捐出，若以恳切之诚心，无求而不应。所谓道，明明大业中三宝为灯烛，滔滔苦海内三宝为舟行，炎炎火灾中三宝为玉增，有时细心仰望，当求出世指引，密语宣扬，定感超凡之我。
体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便是。